京。功夫广场正式启播。目前就读信安国小五年级，练国术练两年了，觉得练了也体能也增加了，也变更健康。我是黄湘琪，目前就读信安国小五年级，我练武术比汉字少一点，只有一年，就觉得很有趣，然后越练身体很健康，跑步也可以跑比较久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佑轩，现在就读信安国小五年级，参加了一年后觉得身体变好了，而且我觉得武术很好玩，我本来就有在跳舞，所以我也可以把武术当作我的兴趣。那么当初让小朋友学习这个传统的武术，我是认为是说其他，因为当初在选社团的时候，因为学校的社团蛮多的，有跆拳道、柔道、武术，还有各方面的。那我的话想说，一个可以的话，运动又能够兼顾到传统的文化的传承，那我认为这个武术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刚开始学的话，可能是不懂，然后慢慢让他们了解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些传承，一些的精髓所在。